哎，到了这个年纪哦，就是要等自己未来的老公老婆穿着那个结婚的婚纱出来亮相。结果呢，我们在那边等爸爸妈妈出来亮相，这种感觉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哪有很奇怪，我都没有看我妈妈穿婚纱，我好期待哦。我跟你说，当女生穿上婚纱的时候啊，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，那是一种莫名的冲动。对啊，男人有点想哭的感觉，就是准备进入那个爱情的坟墓。邱佑宁，你到底会不会讲话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很不浪漫哎。没关系，赵老师，你还有机会，可以换一个。好，我现在考虑换掉。你要考虑什么啦？这么坑的人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敢收？只有我敢收你的小老鼠。爸爸。哇，白马王子，帅嘞！哎，叔叔，你这样穿这样，到部落这样走一圈哦，就得迷死很多人，真的。这样穿还可以吧？可以。爸爸，你一定要每天这样穿哦，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穿，阿姨一定很爱你的。嗯。不知道伊拉努他会不会喜欢呢、啊？可以的。哦，新娘来喽！这个哇！你好美哦，阿姨你是仙女吧？好漂亮。叔叔干嘛一直看？很漂亮对不对？眼睛都快掉下来了。伊拉努真的很漂亮哎，你像仙女下凡一样。嗯。谢谢，你也很帅啊。穿这样才能配合你。什么对话？什么对话？这个。来，我们拍照喽。来，拍一张喽。好。来，我们是拍婚纱照，不是拍证件照，放自然点哦。哦。好。对呀，妈妈、叔叔，你们太紧张了，要放轻松啦。啊，拍婚纱照啊，我最有经验，我教你们四个最基础的动作。第一个是一亲。好，一亲。哎呦。二友。二友。三千。三千。四捧。老公抱我。起来。呀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们都几岁的人，公共场合这样子亲嘴，不像话了。啊。就不一定要接吻。对，那个亲头发、亲脸颊、额头都可以嘛。不行了，这个动作跳过。妈，你要相信专业啊！哦，你这样很多自己的意见不行的，戴美。啊，不然第二个是拥抱。嗯，跳过。阿姨，你不能什么都 pass， 你不 pass 的话，我们怎么拍？哦，你们是骗我，没有看过婚纱照哦。谁说拍婚纱照一定要又亲又抱？好啊好，那都依你们，那牵手牵手嘛，你们自己牵，你们自己牵，牵手可以了。哦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先牵手。好，这样，来，紧张哦。好，再来，再张哦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新郎到后面去，到后面去，到桌椅子后面，对对对 ，OK。好，来，新娘坐到中间来。中间哈。对。哦，好好。中间好。可以哈。可以这样子。来，帮我弯下腰，抱她的手。哎，抱住，抱住。哎，好，新郎到近点哦。很好。再一张哦。用力抱。对，很好。还再一张。好，哎，换个角度哦。好。好，放自然点哦，看我这边。好，来。再一张哦，好，来下一张。爸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玩花枝游戏啊？你可以动啦！哇，然后我的腰快闪到了呢。哦，很不自然哦。对啊，我觉得拍的也有点怪怪的，很不自然呢。相信专业啊，你们意见很多，这样很难拍。给我们自己发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自己发挥了。好，那你们发挥了，来开始，开始。然后呢，捧花给我。哦，好啊。坐过来，坐过来啊。好。来，然后我这样。来哦，来哦。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别人好，可以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来。来，再来一个，来。再一张哦。好。哎，那个助理，那个吉他可以借我吗？可以。哇，有这个吉他就好了。哇，就很多 pose 了呢。来。爱唱歌，我也爱唱歌。嗯，来，
但你在哪里？对对对，你还就规定人家哎。李兰露，你看着我，看着看着，对啊，这个画面就是我唱给女主角，这样好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好来，再唱喽。好好好好，你我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好这边，好了，看远方的李兰露，你看很远的地方有没有？有兴趣要看看？好。钟贤，嗯，什么事？你要坐外面就要穿外套啊，不然风那么大，你感冒怎么办？哦，谢谢你，小姐，谢谢。哎，我们晚上吃火锅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我等一下想去海港买些海鲜，你要不要陪我去？我还在忙，你自己去好了。反正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。那你今天提早休息，不要跟我到台湾。嗯，我知道。你说的哦。那谢谢你的外套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可能是看错了。喂，唐之座吗？我是 Kelly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和贵公司合作。请问你明天会有时间谈细节吗？来，我来开灯。哦，好。也辛苦树儿了你哈。哎，阿姨喝点水。好，谢谢树儿。爸爸也喝一点水。好。那你们拍一整个下午的婚纱照会不会累啊？不会啊。我也是。哦，你体力很好哎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傻咕噜在拍婚纱照的时候，哦，隔天累到我的腰都挺不起来哎。我就觉得拍那个婚纱照吼，还蛮有趣的啦。那个摄影棚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。对呀、啊。那你们这样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会不会突然对结婚有一种憧憬跟冲动？会啊。哦，如果今天的那个婚纱照是真的的话，我做梦都会笑醒呢。啊，你如果那么想结婚的话，就赶快去找一个女人结一结啊。你说错话了。阿姨生气了？没有啊，爸爸，你不要想太多。阿姨那是害羞啦 ，English 叫 shy。爸爸，你坚持那么久，千万不可以轻易放弃哦。说不定过不久，阿姨就会接受你的追求啊。希望啦。
过，雅芝妈妈和沈师傅这件事情也很多年了，希望黄总见到什么牛仔计划3.0可以帮帮他们。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多用力在 push。嗯。表哥表嫂早安。哎，要吃早餐啊！谢谢啦，我今天要出去吃。从公司放假你穿这样干嘛？就怕你不问。我今天跟尚飞是第一次的正式约会，我当然要特别的隆重啊。哇。好哦，既然你那么重视，就不要乱开玩笑哦。不会的，表嫂，我对尚飞是完全认真，不是玩票。我今天已经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约会 idea 了，我要一把虏获尚飞。哎，我说你啊，拜拜。周毅，拜拜。哇，现在年轻人那么猴急哦，话都还没讲完。我实在是很难想象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也很难想象啊，就算他们发展顺利好了，你知道的，小舅舅他那边呢很难搞。你干嘛一副好像是人家爸爸的样子？人家现在出去约会了，你就开开心心的祝福人家，不要在那边担心，小心你消化不良了。老婆，让我消化不良不是不容易啊，是就是以后早上可以除了吐司以外多点变化吗？干嘛？这最近很流行的日式吐司哎。可爱又漂亮的 Lady， 请问你要去哪呢？送你。今天要跟一个帅哥约会。哦，有我帅吗？可爱又漂亮的 Lady， 请问你要去哪呢？送你。今天要跟一个帅哥约会。哦，有我帅吗？他差你一点点，但我今天想要跟你约会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上车吧，这样就上车，会不会显得我很随便啊？除了我，你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。那你是怎么看我的呢？等约会结束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所以你是怕我听了之后会下车走人？我是怕你听了之后会醉倒在我怀里，影响了今天的行程。走吧。我愿意5年发5张专辑。哦，年代太好了。可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啊，你说能做到，我一定答应。我希望签约金可以是台币500万，也希望可以一次付清，这样你可以同意吗？500万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投资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个风险，不过我愿意答应，那我会请法务再拟定个新的合约。真的吗？你值这个价钱的。太谢谢了，谢谢唐制作的信任，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。好，那我合作愉快咯。好，我先回去准备合约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潘姐，那我来跟你报告一下现在工作的进度。不急，你待在这几天住得还习惯吗？
哦，这边很好啊，很安静。我也要谢谢潘姐愿意再给我工作的机会。我知道你是知道前伙伴的陷害才会破产的，但这跟你的人品及技术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次总公司要将国内食品厂的电脑自动化全面升级，除了你，我不相信任何人。潘姐，谢谢你的信任。宋霞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还很年轻，很快就能够卷土重来的。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帮忙呢。潘姐，谢谢你。你们干嘛一见面就谈工作啊？来，这我刚刚泡的柠檬红茶。你呀，去了国外啊，别的没有学到，只学会了吃喝玩乐。哎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待在这里，整天都去海边玩，都没有帮到仲贤的忙哦。哪有啊？仲贤哥每次要的资料都准时交啊，不信你自己问他。潘姐，萧元他真的很认真，整理资料的速度也很快，也帮了我很多忙。其实我们现在进度是超前的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外人助理啊，现在已经中午要吃午饭了，你准备什么东西给我们吃呢？在海边就吃海鲜啊，我去买些鲜货。嗯，仲霞，你有没有觉得小雨比以前还要好相处啊？小雨他一直都很好相处啊。其实呢，我这次请你回来也有我个人的私心。我知道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不过你们现在也分手啦。我让小雨留在你身边当你的助理，也是希望可以撮合你们在一块。小雨的未来交给你，我真的很放心。潘姐，抱歉，我深爱着 Kelly， 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我知道你是个很专情的人，但是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开 Kelly， 是不是可以给小雨一个机会呢？潘姐，小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我对她只有妹妹或是朋友的感情，我会关心她，但我不可能爱上他。如果你是以感情来作为换取工作的条件，那很抱歉，我会结束这个工作，然后马上离开。哎，仲霞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算了，我们家小雨呢没有这个福气。刚才我说的话，就当作我没有讲过。现在呢，就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工作啊。来，现在的进度到哪里？潘姐，谢谢你的体谅。哦，那我跟你报告一下现在工作的进度，现在已经完成了40%左右。然后我有照你的指示，我把。哎，啊，不是叫我们来公司，啊，公司怎么都没有人？哎，会不会约错时间了？没有啊，所有传给我的简讯。就是这个时间啊，爸爸阿姨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叔叔妈妈。啊，叔叔阿姨好。我以为你们公司都没有人哎。啊，现在假日啦。啊，秋子跟淑静雅已经在会议室了。哦。妈妈，我现在带你进去。嗯，好。哎，叔叔，等一下，这我跟淑儿有些事情要请教你啊。啊，先到我办公室去，很重要的嘛。哦。好吧。哎，小金，哎，来了，来这边坐，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哦，好好，谢谢。坐。那坐。哎，好。今天约我们来公司要做什么？哦，妈是这样子的啦。啊，昨天拍婚纱真的很顺利又很漂亮啊，所以淑静想要请你跟叔叔来这边呐，看一下你们昨天当新郎新娘的样子。不要乱讲啊，什么新郎新娘，就是当模特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当模特的新郎新娘啊。哎，因为我帮我们先看一下照片吧。不用等那个，把来叔叔一起看。哦，妈妈，不用啦，黄总今天找叔叔讲话啦，等一下马上就过来了，我们先看啦。哦，好哦。嗯，你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哇，你看，好开心。哦。
牛仔计划3.0。简单来说，你们这整个拍摄婚纱的计划都是为了促成你跟阿姨特别设计的。哦，目的就是让你呢一边拍照一边累积幸福的感觉，然后进而产生那种对婚姻迫不及待的憧憬。对啊，爸爸，你自己也说拍摄婚纱照的时候你也会有想要结婚的冲动，所以啊，待会我们就来看看昨天拍摄婚纱照的成果。就在那个时候气氛正好，我们借机离开，你就在阿姨感受到满满浓烈的幸福感的时候，拿着这个戒指下跪求婚。含情默默地看着他，深情地说，嫁给我吧，伊纳露。 Bingo! Yes, I do! 这样子你就感动到阿姨啦。这样太突然了啦，伊拉诺会答应吗？哎呦，叔叔，你跟阿姨不是互相有感觉吗？就差临门一脚而已啊。这个戒指就是要帮助你，等一下成功射门得分了啊，像梅西一样。是。快点来看看那天婚纱照拍得还不错哦。来，看一下。好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好。叔叔，你根本就是白马王子嘛，好帅哦。哦，很好看嘞。哎，你们这两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是新郎跟新娘嘞。哦。你想不说话。那乱讲。哦，这张帮我们拍得很年轻呢。对啊，你看。那你本来就很年轻啊。妈妈，你看你们拍得这么年轻又漂亮，你有没有想说要结婚呐？那怎么想的跟叔昨天讲的一样呢？哎呦，我爸爸很想结婚啊，所以问看阿姨想不想啊。都这么老了，结婚会被笑呢。哎呦，妈妈有什么好笑的？秋瑾，你会想笑吗？不会啊。楚曦，你会想笑吗？不会啊。杜尔，你呢？当然不会了。黄子健，你呢？当然不会了。那我想笑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妈妈。你们不要这样的啊！让那个啦，本来楚曦专心看的。好了，那不然让你们专心看。黄子健，我们开个会吧。啊，对，我们要去开会。你先看啊。啊，老邱，我现在有点精神不好，我们去买杯咖啡吧。哦，对，我也好累。哎，妈妈，你用吗？不用了。我突然好想上厕所，爸爸阿姨你们先看，我要赶快上厕所，不然哦会那个射物线肿大啊。不是，我没有射物线，但是我还是很想上厕所。是，我会用电脑嘞。我会用啊，刚刚佑姐有教我了，我。上下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个。哦，这个那个你自由发挥的啊。对呀。好，我看星星。站起来干嘛？要上洗手间了。嘿，大嫂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我先去上厕所。好，快点去啊，不要憋了啊！不
舒服，不健康哦。哦。哦。我不敢呐、啊。真的很辣。哦。嗯。哦。对不，不好意思啦。怎么样？电影好看吗？好看啊，超过瘾的。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他们舍弃了绿幕，搭建了大规模的实景，并且尽可能的实地拍摄。哇，你连电影细节都知道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当我自以为了解某样东西时，正是需要继续深入了解它的时候。菲菲，你愿意让我们更了解彼此？当然啊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啊，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，但没想到你在工作上的表现那么厉害，我是对你越来越好奇。小心，好奇害死猫。猫哦，喵，这样会比你的小老虎可爱。好了，我们和解之旅的第一站电影趴已经完美结束了。接下来是吃饭趴，还有最后的酒吧放松趴。怎么样，菲菲？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吃的东西？我觉得这样有点浪费时间呢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直接去酒吧里面吃饭。那如果额外的时间呢，我还要安排一个鱼腥节目。你的意思是说要给我一个 surprise？ 对啊，你安排那么周到，当然要礼尚往来。OK。我们去酒吧吃饭，走吧。这里吗？哦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临阵脱逃啊？你刚刚那个气氛那么好，你只要把戒指拿出来，跪下来跟阿姨求婚，把它套上去，这样就好了哎。对啊，叔叔，戒指都给你了，只差你跪下来跟妈妈求婚，你怎么突然放弃啦？对啊，叔叔，你该不会后悔了吧？想要放弃阿姨，对不对？哎呦。你们说到哪里去了啦？哦，我也是很想要娶伊拉努啊，真的哦，我是很开心的、啊。可是哦，如果当下我这么做的话，把那个戒指拿出来哦，我一定会被他打枪的啦。而且哦，伊拉努会很生气，搞不好哦，这辈子都不跟我讲话了。好了好了。谢谢你们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个事情不要露出马脚哦。哦，嗯，好，你们坐吧，我先走了。那爸爸，我陪你回去。哦，可以，陪叔叔回去。叔，我没事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知道这次机会没了，等到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哎，怎么样？你有点陈天林。失败了，你不要幸灾乐祸了。你们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来规划一个更完美的牛仔四点零。你还来哦？我看你还是不要饿得成叔叔跟阿姨。叔叔原本可以相亲相爱，你这样一搞之后，他们就分手了。黄总监真的很谢谢你的计划啦，但是我妈妈脾气真的很硬啊，我怕如果又再一次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好啦。对啊，我也决心暂停一下。如果这样逼急的话，也是反效果、啊。嗯，好吧，我就应观众的要求。敬我们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干杯！干杯！嗯，再来再来。敬，握手言和，干杯！杯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还有还有还有，静，音乐好听，干杯！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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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静，换你敬我了，干杯！嗯。菲菲，
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可爱又最单纯的女生。你不会是想要灌醉我吧？你忘了我可是夜店王子。你觉得你有办法得逞吗？嗯，不好说。从小我爸就跟我说，我们女生的啊酒量要练好，这样子才不会被欺负。所以说不定你的酒量比我还要差。哎，打赌。来啊，怕你了。赌什么？赌，如果你帮我灌醉的话，等一下的娱乐节目就给你大大的奖励。什么奖励？好奇吗？好奇。那你先帮我灌醉啊。等一下，如果你醉到说不出话来怎么办？哦，有人害怕喽。我只害怕失去你。嗯，恶心。来，欢迎你敬我。敬。上杯好美。嗯，干杯。慢慢走。嗯哼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自己酒量很好吗？嗯。喝几杯就醉成这样。我又不是夜店王子。我还要喝，我要喝。哎，你不会是装醉吧？哎，你别忘了哦，你说要给我娱乐节目，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啊。嗯，等一下。啊。哎。这是饭店的房卡吧？嗯，我今天呢，嗯，不打算回家了，所以我订了这间饭店，我要把自己当成礼物奖赏给你。嗯，这饭店在哪里啊？饭店在哪里？啊，他们显然不自己看呢，我这里啦。啊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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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里那里那里，走好啊。嗯哼，嗯哼，走。啊，我好晕啊。坐一下。嗯。哎，小心啊。嗯。我倒热水给你。哎哎，嗯，谢谢。嗯，我想去厕所。好，快点啊！来，一二，走吧。嗯，我可以进去。哦，我可以进去，我可以。好好。OK OK。啊，你小心。好，我帮你开灯。再可爱的女人也有两张脸，在外人面前装着一副很讨厌我的模样，结果才第一次约会，居然连房间都预定好了。再可爱的女人也有两张脸，在外人面前装着一副很讨厌我的模样，结果才第一次约会，居然连房间都预定好了。连房间都预定好了，一定是因为太帅了，才让人无法自拔。周一，小心小心。嗯，还好吗？嗯。
心哦。嗯，我去上上座。好。嗯，小心哦。快点。来，床到了。嗯，来坐。你好帅啊。我知道。干嘛？不是打一下亲一个吗？嗯。嗯？你嘴巴臭臭，你去厕所刷牙。我有吗？嗯，快点去，快点，快点。等你哦。菲菲，睡了吗？坦白说，如果是以前我的话，绝对不会放过现在这个机会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对你是很认真的，我不想趁人之危，所以我想知道，你来这里不是因为酒醉。你是吗？所以你也是真的喜欢我，菲菲，你真的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女人，就像今天你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让我深深的爱上了你。菲菲，菲菲，梁明水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尚飞呢？耶！欢迎小周吧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跟你们讲。青竹蛇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半皆是可，最毒妇人心。你们好，这几个星官们懂了。文艺呢，顶多是下地狱第三层，你们直接落到无间道去。大师，请问你是开始玩了没？嗯。哎，大德星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花招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对呀，啊，这个只是牛刀小试哦，最强的大卷你还没有看到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韩林那个不够快，我绝对有办法让你跟诗诗长相厮守。你要行你好，千万不可以抓到七个查某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忙。哇，叔叔，听到嘘嘘就老大不好意思啊，老大不好意思啊。入口。搞不好过今天晚上那个冰冰就跟文艺在一起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就希望的吗？是吗？向辉，怎么说那个周文艺他也是，长得不错啊，条件也不错。长得帅帅的，然后家里又有钱，怎么说都算这个人生胜利组富二代，你都不会觉得可惜吗？是这样没错啊，但通常那种人生胜利组男人都很渣呢，玩世不恭哎，搞不好遇到这种状况，虽然是冰冰，搞不好会把他亲下去。对。
现在恨不得啊，把那个周文义甩到外太空了。来啦，来干杯喝。你 OK， 我们 OK 啦。嗯。文义，文义是上辈主动约我的，他给我机会让我接近你。我知道你之所以不接受我，是因为我们相处时间太少，毕竟不了解才会排斥嘛。今天我可是全部豁出去了。今天对我来说也只是家常便饭一次外宿而已，梁冰水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就算是我爸强压着我，也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明明很合适啊，一定可以组成令人称羡的家庭。梁冰水，你没有谈过恋爱吗？两个人在一起看的不是条件，是感觉，是心灵。你勉强自己迎合我，这样你快乐吗？你真的觉得我们俩适合吗？我是没什么谈恋爱的经验了，可是尚飞哪一点好，哪一样比我优秀？他除了家庭背景不如你之外，其他样样都赢过你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他的样子，我可以努力尝试。不用了，你只是一个历史老师，就像一张老旧褪色的历史照片一样，改变不了。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？因为改变不了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差距。梁冰水，你跟我爸是属于同一类人，你们关心的是表象，关心这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关心的是这里。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。在我看来你就是。梁冰水，我们熟吗？我们一点也不熟哎，但是你对我死缠烂打，敢嫁给我，就因为长辈的一句话，因为我条件好。如果今天我长得像恐龙一样，我还是一个要饭的，你敢像今天一样对我投怀送抱吗？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肤浅的人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肤浅的人才是你！皇上妃。尚飞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糟蹋我对你的感情？这样整一个喜欢你的男生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高兴吗？你只是要捉弄我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包括之前你说要追我，甚至是亲我，都是你的爱情游戏，我绝对不会上当。我是真心诚意的喜欢你，绝不是游戏。谁相信？好，你不相信是吗？我证明给你看。要记得吃药，咳嗽最难好。我刚在楼下看到一场车祸，哎，超多人围观的。我是真的喜欢王尚飞，如果我有说谎，我愿遭天打雷劈被车撞。庄文一。可是这辈子我不可能再嫁人，我们都还年轻啊，都可以做阿嬷了，太丢脸了吧？啊，就小擦伤而已呀，你要人家赔十万，撞人家，你敲诈？累了吗？回过去的，哭了吗？别想太多。承诺明白了，只是过程。累了吗？你快乐吗？哭了吗？笑一个吧，让它吧，随风吹散，别提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们。